我经历的事情比你吃的饭还要多，你想吓我？但是我不会跟你计较，因为你在我心目中。 如果你想把我们这一家20年的感情全都给撇掉，无话可说。 秀云跟正阳的婚是指腹为婚的，这是不可磨灭的事实。不要再强人所难了，听听话。啊！我没有强人所难，是正阳把秀云从我身边抢走了。我不要别人的东西，但是属于我的东西，任何人都抢不走。 赵小姐，你爹跟赵镇长在里面呢，先等一会儿。干爹，从小我就一直喜欢秀云，这你是知道的。我爱她，难道有错吗？ 您一直把我当成亲生儿子看待，难道您就能容忍别人横刀夺爱吗？20年了，您养育了我20年，难道您就是这样对待你的干儿子的？余宽，听干爹说，爱情是两方面的，不是单方面的。如果秀云爱的是你的话，我不会反对，我会成全你。 可是秀云爱的是正阳，你明明知道的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？余宽，你还年轻，有大好前途。你看你条件那么好，以后会有更多的姑娘喜欢你，你何必一定要强求秀云呢？干爹，你说的倒很轻巧。那么好，我问你。 如果在当年，你深爱沈阿姨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再喜欢上其他人？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秀云以外，我不会再爱任何人。难道这有错吗？我爱一个人也有罪吗？我问心无愧。余宽。 你没错，可是他们已经结婚了，你这么破坏他们，你是违背常理，你知道吗？我哪里有破坏啊？我带秀云去省里，是帮她去检查身体。啊，说到正阳，我还为了她特意向省里求情，帮她申请了特赦令，减轻她当年犯下的罪行。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要那样看我，把我看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啊？ 难道就因为我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所以你就要这样对我吗？啊！我有没有把你当做亲生儿子？你心里面很清楚。你这么做，不止骗了秀云，你还骗了自己的良心。我没有，我没有骗人，我没有骗任何人。不信你可以去问秀云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我告诉你。 你骗得了秀云，骗不了我。我警告你，你不把秀云给放了，做鬼不会放过你，即便是我干儿子，你听到没有？我没有骗人，我没有骗他。秀云，你没事吧？秀云，赶快回去，不要听他的。爹，你误会于坤哥哥了，他只是为我好而已。秀云，听爹说。
赶紧回去找圣阳，离开沙河镇，听到没有？快回去！爹，秀云，静恕女儿不孝，我决定跟玉空哥哥去国外，离开正阳。秀云，别听他的，秀云，放了我爹。秀云，卫兵，有，带走，走，走。秀云，你放心吧，干爹犯的不是什么重罪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对我的误解。相信关押他只是暂时的，我一定尽力去说服他们，让他们早点把他放出来。我们什么时候启程？秀云，你知道我是绝对不会勉强你的，这毕竟还涉及到了你跟正阳的感情，你可一定要考虑清楚啊。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启程。好，那我们明天就回沙河镇。等我把工作交接一下，咱们马上就启程。好，不早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别想太多了。请大家安静，我们赵镇长有事向大家宣布。镇长，大家好，我是沙河镇的新任镇长赵玉坤。通知大家一个好消息，由于疫情已经结束，所以决定解除对牧场的封锁。所以请大家立即收拾行李离开牧场，你们的家人正在等着你们。如果仍然有人企图滋事的话，本镇长一定依法严惩，绝不容许。走，快点走！你们干什么？快点，事情，快走，走，玉坤，快点！哥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赵玉坤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逃的。哥，秀云呢？你干爹呢？赵时俊涉嫌串谋邢正阳，扰乱公众治安，已经被上级扣留，等候审讯，把邢正阳押下去。走。等一下，赵玉坤，秀云呢？秀云在哪儿？秀云，秀云已经通过了省医院的检查，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了，可以放心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秀云现在正在家里面收拾行李，因为她打算要陪我到国外考察一段时间，恐怕她不能来看你了。哥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这个骗子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吗？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还有一件事情恐怕你就更不会相信了。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，秀云已经决定要跟你正式解除婚约，因为她已经不再爱你，她爱的是我。不可能，我知道秀云是什么样的人，别想挑拨我和秀云之间的感情。跟你这个痞子说话真是浪费时间，把他给我压下去。走，走，哎呀，千惠，快去，正阳，快通知秀云，别中了这个禽兽的圈套。走，快去啊，快走，千惠，正阳，走，正阳。赵玉坤，你怎么那么不孝啊？你是不是我儿子？Thank you.
是我不孝，是你们处处与我作对，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镇长放在眼里。不过你们放心，虽然你们不仁，但我一定不会以公谋私，我会秉公执法。至于梁永昌，念他也算对沙河镇做了贡献，而且还受了伤，所以就赦免他的罪行，让他在牧场里面养老。娘，孩儿还有公事在身，告辞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娘，秀云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肯去见正阳？你说呀！好了，你别羞耻了，你说话呀！你说呀！有什么好说的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玉坤哥哥说的是事实。我要跟正阳解除婚约，你听没听明白呀？见面有什么用？见一百面、见一千面都没有用。不，秀云，我不相信你会这样。你那么爱正阳，你甚至为了他愿意抛弃一切。你现在告诉我你不爱他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秀云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有苦衷？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哥逼你的？你不用害怕，你告诉我。对了，别再说了，没有人逼我。好，让我告诉你，我赵秀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跟他一起去流浪，那些全部是假的话，是骗人的。我怎么会爱上一个连大字都不认识的人呢？我怎么会爱上他呢？你想一想，动一下你的脑筋，想一想。再说了，你哥有什么不好的？他现在是镇长，有权，有势，能给我平静的生活，那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我爱他，他也爱我，你听没听明白？走，跟我去见正阳。我不走，我不。赵建辉，听清楚了，你去转告他，我不爱他，我不要他了，我爱的是你哥，你听清楚没有？老寿你自己去说。赵镇长，令妹在牢房里嚷着要见邢正阳，给他见吗？他要见就让他见吧。不但要让他见，还要尽量的给他行方便，明白吗？哦，我明白，马上去办。玉坤，你还把不把娘放在眼里？娘？什么娘？你是在说你吗？你居然跟那个禽兽在一起，当初不是你说的你讨厌他，你恨他，因为他强暴了你吗？怎么你现在跟他在一起了？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啊？你当我是瞎子？你当神沙河镇的人都是瞎子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当我娘。你居然敢打沙河镇的镇长，我可以依法关押你，你明不明白？赵玉坤，你知不知道？
要！你给我放开！出去！给我出去！我怎么会生下你这样的儿子？不是这样的人，除非他有苦衷，他有难言之隐。即使他想退婚，他也该当面和我说呀。我也相信，他的确是有苦衷的。会不会他受到了哥的威胁？啊，千惠，你帮我一个忙，你一定要和秀云说，无论他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怪他。因为我是她的丈夫，有任何事情，让她告诉我，我们一起解决，好不好？快去，我这就去。你现在马上到外面打听一下现在的情况，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，立即回来告诉我。义子，我现在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我担心玉坤要杀郑宇。你说什么？福星，你赶快去，去啊！我跟你一起去。喂，你别走，你要留下做我的眼睛，我必须马上想到一个办法。阻止玉坤这个孩子自寻死路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两个年轻的生命一块走到绝路上去，不能，绝对不能。我不识字，你快帮我念。我们的缘分尽了。你曾说过你没钱，没有本领，不能养家。我深思熟虑过，你的确没有这个资格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家庭，有一个像我爹一样的英雄丈夫。他有理想，有本事，可这些你都给不了我。你的标准完全不符合我的要求。你的生活一直都是颠沛流离，居无定所，你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流浪汉，我不愿意与你一起流浪。虽然我们是指腹为婚，可这是上一代的约定，我们不该去背负父母的意见。请原谅我的一时冲动，答应了你的求婚。可能是你初中的外表和幽默的谈吐迷惑了我，但是当我清醒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后悔了。其实我真正爱的人不是你，正阳，我觉得勉强是没有幸福的。既然我不爱你，为什么还要和你继续纠缠下去呢？继续下去是对我们两个人的伤害。我知道千惠一直很喜欢你，她是一个好姑娘，也许千惠比我更适合你呢。接受她吧，她善解人意，一定会是一个贤妻良母，这点是我不能比及的。郑阳，不要来找我，我不想再见到你，因为无论你再对我说什么，我也只是一句话。
我们的缘分尽了。秀云，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，不可能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，放我出去！你不要这样，放我出去，不要这样。田办事，您来了。镇长有令，由我来接管这里，召集所有兄弟到外面集合。是。放我出去！正阳，你冷静点。上车吧。怎么，舍不得？如果你现在后悔，还来得及。走吧。车子的问题挺严重的，我得去找找看，看有没有人帮忙。你在车里等一下，好吧？嗯，好吧。秀云。你放开我！我不会跟你走的！你放开！秀云，秀云，我们把话说清楚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放开我！秀云，秀云，秀云，放开我！我不能为难你，秀云，放开我！听我说，我们一起离开这里，秀云，秀云，我们走好不好？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，我不能为难你，秀云。信吗？啊！我知道，
你看不懂，你还听不懂吗？不是说过我不喜欢你了，我不愿意跟你过流浪的生活，我喜欢平静的生活，你看不懂吗？不可能，秀云，秀云，不可能！我们结过婚的秀云，我们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，现在为什么会这样？是不是玉坤？是不是赵玉坤？他威胁你？是不是？秀云，赵玉坤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对秀云做了什么？赵玉坤，为什么抢走我的秀云？为什么抢走我的秀云？你不是要跟我斗吗？你给我出来！别叫了。你人呢？你别叫了！你给我出来！赵玉坤，你到底对秀云做了什么？你给我放开！你给我放开！秀云，你没事吧？邢正阳，秀云已经不爱你了，你还在这里死缠烂打干什么？你不觉得羞耻吗？啊？秀云，你骗我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在骗我？秀云，是真的。玉坤哥哥说的没错，我已经决定跟他出国了，我不再爱你了，你走吧。邢正阳，你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秀云说的了吗？你死了那颗心吧，赶紧走吧。你这个混蛋！正阳，秀云，你让开！秀云，你真的爱他吗？秀云，你真的爱他吗？秀云，你看清楚了，他明明在监狱里关着，现在却跑出来要杀我。好啊，邢正阳，有种你就开枪！不，我是不会怕你的。开枪啊！别开枪！杀了我！别再说了！别再说了！赵玉坤，不管你对秀云做了什么，我要杀了你！正阳，你把枪放下！够！今天你要是不开枪杀了我，我是不会让你把秀云给带走的！别再说了，你听我说呀，正阳，把枪放下！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！对，啊啊！秀云！让我来看你的，秀云，去找正阳吧，告诉他你的苦衷，让我们帮你一起分担好吗？秀云，正阳他是真心真意爱你的，你真的忍心让他抱憾终生吗？秀云，他的伤。伤还好吗？外表的伤总有痊愈的一天，可内心的伤呢？内心的伤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复原的。秀云，你真的忍心吗？秀云，
你再不去的话，展阳他真的活不下去了。我也活不下去了。秀云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你说呀。简慧杰，我跟我娘一样得了败血病。走过的路吗？二十年，我爹一直都活在怀念当中。我看得出来，他每一分、每一秒都在想着我娘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秀云，你应该告诉郑阳，三年也好，三个月也好，至少不管时间的长短，你们可以厮守在一起，不也是幸福吗？没有用，多一天，多一年，只会增加别人的痛。长痛不如短痛，我不愿意看到正阳再这样，让他忘记我。也许时间真的可以忘记一切。你想想，正阳一直一个人那么孤独，他好不容易才有了我，我怎么忍心看到他痛苦呢？结婚前你能忍心吗？秀云，这样的失望，正阳他更痛苦。你没看到他现在的样子，看到他我都会心疼。他现在是生不如死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告诉他，我得白血病了，让他跟我在一起。秀云，你还记得咱们得瘟疫的时候吗？那个时候你那么坚强，你可以跟正阳去结婚，因为我们都抱着可以活下去的希望。可是你现在为什么却这么轻易放弃？秀云，我们是有希望的，我们不能放弃希望，你知道吗？瘟疫有可能治得好，可是我的病治不好啊。千惠姐，对我最好的是不是你？你帮我照顾正阳，好不好？帮我照顾他，好吗？好吗？秀云，秀云，你别傻了，爱情是没有办法代替的。正阳他爱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可是你也爱他。千惠姐，算我求你，求求你帮我这个忙，好不好？啊！姐，我求求你，你就答应我吧，我求求你了。镇长，有线索了。废物！我让你把他杀了，你怎么让他跑了？啊！对不起，是属下办事不力。现在的情况呢？镇长，
我们在树林中发现了血迹，可能是郑阳留下的。还不马上增派人手去给我搜！我告诉你，他身上带着枪，只要发现他，格杀勿论。是。追！把整个牧场包围，请进去看看。是。别以为我不敢这么做，虽然你是我儿子，可我现在这样算是替天行道，你们也一样。你们一定听到过梁永昌这个名字，告诉你们，我就是那个丧尽天良无恶不作的梁永昌。你们别让我这个疯老头把你们镇长的脑袋给打爆。现在我带你们镇长传三句话给你们。第一，马上下令停止追捕邢正阳。第二，退到这个牧场外面去，离这个牧场越远越好。第三，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梁永昌一个人干的，跟其他人没有关系。你们到时要算账就找我这个疯老头好了。赵镇长，你还有什么要吩咐下属的？镇长，你们没听到镇长的吩咐吗？滚！那位兄弟，麻烦你把门给我关上。你们出来吧，他们已经走了。居然这样对待你的儿子，我恨你！周玉坤，杀人是有偿命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玉坤，正阳他不在这儿，是我让复兴用鸡血引你到这儿来。自此我太知道你的性命，我知道你一定会赶尽杀绝。玉坤，你信爹，爹这样做不是害你，是在帮你。如果你不马上悬崖勒马的话，你信不？你很快就会死路一条。你放屁！那现在怎么办？没有办法，只能等，只能拖，越久越好。希望正阳尽快逃离沙河镇，让这些恩恩怨在这一带一笔勾销，不要再延续下去了。